第十一课，别忘了把空调关了。Lesson 11. Don't forget to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er. 一，听力。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。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这个花瓶真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？我家楼下的商店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一，这个花瓶真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？我家楼下的商店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二，把词典还我吧，我要用一下。好。方便的时候再借我用用。二，把词典还我吧，我要用一下。好，方便的时候再借我用用。三，饭菜都做好了，把电脑关了吧，先吃饭。好的，我马上就来。三，饭菜都做好了，把电脑关了吧，先吃饭。好的，我马上就来。四，运动会什么时候结束？五点左右吧。四，运动会什么时候结束？五点左右吧。五，服务员，这儿只有一双筷子，请再给我们拿一双。好的，请您等一下，马上来。五，服务员，这儿只有一双筷子，请再给我们拿一双。好的，请您等一下，马上来。第二部分。Part 2.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，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.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小周，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。昨天我还能看电子邮件，今天突然就打不开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。六，小周，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。昨天我还能看电子邮件，今天突然就打不开了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。七，教室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去图书馆学习吧，那儿比较安静。
他打算去图书馆学习。七，教室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去图书馆学习吧，那儿比较安静。他打算去图书馆学习。八，住在这儿真不错，附近环境很好，离我上班的医院也不远，上下班都不用坐地铁了，骑自行车就可以。他以前骑自行车上班。八，住在这儿真不错，附近环境很好，离我上班的医院也不远，上下班都不用坐地铁了，骑自行车就可以。他以前骑自行车上班。九，什么是快乐？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，你和家人一起吃晚饭，说说白天的事情，这不就是快乐吗？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很快乐。九，什么是快乐？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，你和家人一起吃晚饭，说说白天的事情，这不就是快乐吗？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很快乐。十，你把桌子上的杯子给我，我去洗一下。你去楼下买几瓶啤酒吧。啤酒在桌子上。十，你把桌子上的杯子给我，我去洗一下。你去楼下买几瓶啤酒吧。啤酒在桌子上。第三部分。Part 3。 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你看一下地图，这儿附近有眼镜店吗？地铁站旁边有一个，在地铁站的北边。男的在找什么？十一，你看一下地图，这儿附近有眼镜店吗？地铁站旁边有一个，在地铁站的北边。男的在找什么？十二，妹妹怎么了？病了吗？可能饿了，你把奶瓶给我吧。女的要做什么？十二，妹妹怎么了？病了吗？可能饿了，你把奶瓶给我吧。女的要做什么？十三，会议结束后，你记得把空调和灯都关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明天见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十三，会议结束后，你记得把空调和灯都关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明天见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十四，我明天出去开会，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小雨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我每天都带他去公园玩。男的要做什么？十四，我明天出去开会，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小雨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我每天都带他去公园玩。男的要做什么？十五，我的那本历史书呢？你看见了吗？你昨天让我去图书馆把书还了，你忘了？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五，我的那本历史书呢？你看见了吗？你昨天让我去图书馆把书还了，你忘了？男的是什么意思？第四部分 Part 4 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 Questions 16 through 20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，空调下面怎么这么多水？我也是刚看见，我已经打电话叫人来看了。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了吗？他们说今天周日比较忙，下午才能来。男的为什么要打电话？十六，空调下面怎么这么多水？我也是刚看见，我已经打电话叫人来看了。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了吗？他们说今天周日比较忙，下午才能来。男的为什么要打电话？十七，我要去跑步，你去不去？我已经洗完澡了，不想出去了。要带点什么东西吗？你回来时在楼下超市买斤香蕉和两瓶牛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？十七，我要去跑步，你去不去？我已经洗完澡了，不想出去了。要带点什么东西吗？你回来时在楼下超市买斤香蕉和两瓶牛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？十八，我的笔记本电脑太旧了，我想换一个。你说买个什么样的好？我用的这个就不错，也不大，带着很方便。贵不贵？有点贵。我去年买的时候9000，听说现在卖8000左右。
关于男的的电脑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，我的笔记本电脑太旧了，我想换一个。你说买个什么样的好？我用的这个就不错，也不大，带着很方便。贵不贵？有点贵。我去年买的时候9000，听说现在卖8000左右。关于男的的电脑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，周先生，我公司突然有事，您能帮我去接一下孩子吗？没问题，我带他来我家吃晚饭。好的，太谢谢你了，我8点左右去接他回来。别客气，你不也总是帮我照顾小狗吗？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，周先生，我公司突然有事，您能帮我去接一下孩子吗？没问题，我带他来我家吃晚饭。好的，太谢谢你了，我8点左右去接他回来。别客气，你不也总是帮我照顾小狗吗？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，妈，我跟同学去打篮球。你明天不是还要考试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复习好了，玩一会儿就回来。好吧，你的电脑关了没有？男的要做什么？二十，妈，我跟同学去打篮球。你明天不是还要考试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复习好了，玩一会儿就回来。好吧，你的电脑关了没有？男的要做什么？